茫茫股海，味觉难清，如何精准掌握趋势，寻求最大获利契机，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欢迎收听股市甜心。是甜心的节目，我是平化，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闪亮亮亮晶晶甜心老师，你好。平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了4月22号星期四咯，看到今天的盘哪有阿娘喂，亲爱的好朋友们，亲爱的听众好朋友们，给那里好盘震很大，但是呢，你跟在甜心老师身边赚钱真的好轻松哦。给那里盘震很大，但是 but 我们的股票却让您赚很大，里面的标股号给你的标股涨不停，然后呢飙不停，还飙涨停，我的妈呀！闪亮的亮晶晶的甜心老师给您的面板股就这么 only one， 没有给你撒一堆的股票，没有给你群创，没有给您友达，只给您
财经老师，财经好厉害哦，三天包上两个涨停板哎！哎呦，再次恭喜啦，一成一多了啦！哇，今天好大盘啊、嗯、来高低差360点，好可怕呢！哇，结果我们会员的股票是的，会员手中的持股，嘿娜涨停板的涨停板是的，创新高的创新高，再次恭喜全国会员啊！撸碳撸怎样啦？所以我常说，这实力不怕你验证，没错，真金不怕火炼啊！来，再继续把夏日乐悠悠拿出来。好的，哇，现在想想哈，五倍就是赚大钱。今天阿北跟我说，我继续抽筋呢、欸，继续数钱的感觉真好。哎、欸，突然想到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可能，我要讲出年纪了吗？输你千遍也不厌倦，对不对？对，我叫他去买点钞机，他说不要，我爱数，我就输你千遍也不厌倦。我天天数的好开心哦，老师，我的乐趣就是早上也数钱，晚上也数钱。哎呦，几丢两丢三丢四丢，哎，几把丢几把丢完，哎呦！其实手指运动对老人家真的很好，它是刺激脑部的循环，比较不会有一些老人上的一些疾病。对，其实手指运动对老人家是非常好的。哇塞哇塞，我都是让我妈妈过这样的日子啊，每天手指运动，手指运动后越来越跳咯，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哦欸、真的真的好了，讲回来啊，彩金看到就是亮晶晶啊，是的，心花朵朵开啊，哎呀，钱钱一直来哦，把周报拿出来哦，上面日期清清楚楚，是的，白纸黑字哦，擒贼我就是帮你先擒王，你看哦，我常说所有事情我事先预告，我面板就给你一支 only one 哦，就 only one 哦，啊、我没有给你友达，也没有，我也没有给你群创，全市场都在告诉你友达，全市场都在告诉你群创、欸，真的耶。哎、欸，妍希为什么看财经给你啊、哦？老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对啊，啊，那个中小面板厂我说过了嘛。中国手机的销售量非常高嘛，对不对？再加上今年面板，哇，彩晶的出货量一样推升嘛。而且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个重点哈，友达、群创，因为毛利低嘛，他不想要做平板了嘛。哎，谁捡到枪？彩晶捡到枪哦！所以啦，来最强的面板厂就在我们家。再次恭喜啦！全国会员好朋友以及有来索取我们的夏日乐悠悠会员专属标股周报的好朋友，哎，越赚越多啦！对啊，你看哦，今天友达有没有涨停？没有哦。今天群创有没有涨停？没耶。是谁两天两只涨停板？我们家的彩金。那你再把夏日乐悠悠周报拿出来看。哎呦，老师，我周报拿出来都已经快要烂掉了，因为我从3月29号跟你上课上到今天，每天都一直拿，一直皱，一直拿，一直皱。哎呦，哎呦，探究怎样，我就给你定位。我要去框起来了。狗妈天，你光看哦，329到现在哦，光彩金，我先不讲别的。好哦，你光彩金到现在，是一波已经65%。所以我常说，不要讲我都会赚，你就把资料拿出来，股票会说话，有 K 线会说话，有的329后 K 线敲出来，有的彩金当时候才一字头，便宜啊，一字头，嘿啊，14块附近，嘿，你有来拿周报吼，通通可以下手，没错，14块附近可以买啊，可以、啊，全市场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讲啊，没错，哎、欸，对，妍希就是有孤独的勇气、嗯，我人多的地方不喜欢去，全市场都在说友达群创，老师就是给你彩金而已啊，对啊、嗯、真的，那你可以看到哦，一波65个百分点，今天所涨停板。多少钱了、啊？今天来到了从14、15块钱到16、17、18、19、20、21、22、23.25，所以不用说我都会赚嘛、嗯。你光看面板，是啊、我是不是帮你擒贼先擒王？我就给你一档 only one 的，我不跟你乱枪打鸟，我不像别人哈，给你资料哈、嗯，面板看好哈，给你个3档，给你个5档。哎呦，老师要怎么买了？我先来宝贝几嘞，好啦。这样我觉得很辛苦哎、欸，你今天拿老师资料，你还要拔杯，安那你记杯安那鬼嘞？真的，就等于是你今天参加老师，你有够被拔杯，买一堆股票，这样日子怎么过？不，你就先来困哦，妈祖来托梦一下。所以我就跟你讲，我的股票就非常少，我们就一档一档的赚啊。你看敦泰去年
赚到翻天，是啊、一波385个百分点。百分点啊、你看励志年前买的，有一波75个百分点。你看建通、嗯、去年买的，是啊、一波190个百分点。你看金居一波也是110个百分点。哇，夏日乐悠悠、嗯、彩金。65个百分点，好恐怖哦，好好赚哦，夏日乐悠悠都在里面，拿到了夏日乐悠悠，赚到了飙股，哎、欸，心情好，身体好，没烦恼，健康啊，真的日子要这样过啊，哎、欸，对，轻松过，开心过。好、嗯、我今天讲一个重点哦，今天哦，你看到大盘的高低差360点，我知道你多少会有点担心，因为今天的大盘是爆量，今天量能有6466亿，我们先放在旁边，好，指数先放在旁边，我现在告诉你哦，以大方向、嗯、大趋势，你千万不要偏掉，好，千万不要偏掉。欸、对，国际的环境哦，就是 FED 不停的购债嘛、嗯，然后持续零利率啊。那再看回台股这个部分哈、嗯，我们资金是很充沛的嘛。是，那资金充沛冲进股市本来就会震荡嘛。嗯哼，我给你一句话，洗得越凶，嘿。涨得越猛哦，再来哦！我今天强调哦，我说过，你本来操作就要有买有卖，是的。你不管在任何位阶，你就是找底部进场嘛、嗯。就像今天会员都知道妍希通通有动作，但是呢，我调股票，我卖股票，我说了、嗯、不是不看好哦、嗯，我是看好的。我可不可以冲高以后获利一下？可以，获利一下，我再找什么？再找底部刚刚要萌芽的股票啊！哦、你看到我今天看到 OTC 开高走低，是哇。机会又来了，哎呦，欣喜又若狂了，很漂亮、哎、呀呀，你要知道，来，我提醒你一下，近期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新标股，新标股，我不就是一档一档的做吗？没错，你看新标股，我前阵子讲的明日巨星、嗯、是的，我讲过哦、哎嘿，我没有跟你换来换去哦，没有哦，我前阵子讲的台湾加速、嗯、台湾加速哦，都这两档哦、嗯、我说过哦，我都是提前事先预告哦，已经蠢蠢欲动哦、哎、所以我现在提醒你哦，想要跟着我们底部进场的好朋友、嗯、就赶快跟上哦，加老朋友来，想要标股一档接一档获利无法挡，底部布局的标股新标股持续都有哦，明日巨星台湾加速股价蠢蠢欲动，准备预备备咯，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底部布局的好朋友，底部来赚的好朋友们，电话直接来做拨通，新朋友把我们的老师的 LINE 跟 TG 带在身边，如何加入呢？广中来告诉你咯，快进广告咯，02663032370266303237，恭喜老爷，贺喜夫人，甜心老师给你的标股持续的标，甜心老师给你的标股不为大盘震，不止创新高还飙涨停，让你赚到了外太空，飙到了银河系，跟上甜心赚钱真的一点都不难呢、欸、piece of cake， 一块蛋糕就是这么的轻松，就是这么的愉快，我们的亮晶晶闪亮亮，三天飙出了两根涨停板，面板股只给你 only one 的这档，让你擒贼先擒王的彩金，今天不为大盘震很大，已经喷到了外太空啦，今天股价再创波段新高，一波飙出了65个百分点，还有我们的金鸡独立的金居，见证神通的建通一样盘整，它持续的创新高，跟上甜心买到了标股，赚钱轻松又愉快，重点是盘整，老师看到的是机会 ，OTC 正，老师看到的是珍珠跟玛瑙，所以亲爱的老朋友，新标股新标股持续的敲碗，新标股新标股明日巨星，还有我们的台湾 GASO， 想跟着一起来跌档卡位的好朋友，来电话拨通跟紧就对喽。再来，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把老师的 LINE 跟 TG 加入的好朋友们，来务必把老师的 LINE 保命符带在身边 ，ID 位置给您，小老鼠。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 Line TG 免费来做加入。再来，你验证到你见证到甜心老师标股的威力跟爆发力的好朋友，新标股持续布局中，新标股预备备咯，来明日巨星打完 GASO 电话拨通跟上咯，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
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精彩节目开始喽！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看到今天的盘震很大，反观你 follow 甜心老师给您的股票，你 follow 甜心老师，甜心老师给您的标的持续的让您飙不停赚不停，甚至飙涨停的股票通通都有。我们的敦泰一波385个百分点，我们的励志做大师的励志一波也有75个百分点，股价还在创新高，建通股价一样创新高，金居一样股价创新高，给您都是长辈股级的股票，还有让你擒贼先擒王面板股，只给你 only one 的一档彩金亮晶晶，三天飙出了两根涨停板，一波也有65个百分点。除了要感谢 Aniki 赐我吃穿之外，感谢我们的甜心老师，让我们即便是盘阵一样在家，哎呀，一张、两张、三，开心啊！今天锁钞票越赚越多了啦！今天彩金啊，一早啊，10点左右，是10点左右、欸，直接锁死啊！妈呀，好太开心了！对呀、啊。然后呢，盘就是 OTC 这样开高走低啊，一路杀杀杀杀杀，哎呦，建通创新高哎，哎呀呀，还有金居也创新高哎，天哪，而且是创挂牌来的新高，那这不就是我说的吗？洗得越凶长得越猛啊，赚的越多。我也常讲啊，震荡盘出标股嘛，乌啦，彩金是不是飙出去了？飙出去啦！哇，建通飙多久啦？好久呢。金居一样飙嘛？有的，对嘛？我们看哦，金居金鸡独立，记得吗？当然记得。我只要把金鸡独立讲出来，大家就要记得捞朋友。嘿，老朋友，朋友就是老的好。没错，没错。去年11月就在讲了。去年11月后带你买在42块附近、是的，把那个 line 把那个 TG、通通往上滑，你会滑到手指都很酸，走过路过都可以看到啊。有的，对啊，我买在42块，没有人要理我嘛，42附近，对啊。然后你会觉得，哎呦，奇怪，老朋友，妍希怎么会对他不离不弃？为什么？2月财运奔腾，我也送你哦，有的，拿出来哦。2月2号财运奔腾的日期写得清清楚楚。是的，2月2号你比对一下 K 线，好，股价在55块附近，好便宜哦。3月有，妍希说3月夏日乐悠悠一定要买，你买了后夏天很好过，过得很凉爽很舒服。三月夏日乐悠悠的周报是329，是的，送给大家的。有329 K 线比一下，70块，七字头股价。今天来，今天股价到多少了？今天股价从70到了80，81、82、83、85、86、87、88。89.90.9了，哇！妍希，你的股票就是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对嘛？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K 线会说话，所以我不用说我多会赚，看 K 线直接说明一切了哈，对嘛？那再来呢？延续哈，我说过，你要知道这个产业有没有缺货，有没有涨价？对的。那铜箔基板是 CCL 啊、，CCL 哈需求非常旺盛。那金居哈，你可以知道哦。3月的营收是创挂牌来的新高，我常说嘛，股价最终反映营收嘛。那我重点，
我不是现在营收出来我才告诉你这只好哦，不是啊，去年四字头就买来等了，然后重点咧，二月送给你，股价才在五字头，便宜，三月送给你，股价在七字头，那再来呢，你这样一波看上来110个百分点，你钱放对的地方是不是很轻松？哎，是啊，那买对股票是不是很轻松？当然啦，那你资金放在有效的地方是不是日子很好过，轻松过啦，你需要每天看盘吗？不需要哦，你需要每天看的是妍希老师的讯息，没错，你需要每天看到妍希老师笑眯眯的在跟你讲盘，对的，是这样，对，因为我常说你 follow 我嘛，没错，你 follow 我，我满满的正能量，我们在股市就要像癞蛤蟆一样，可能新朋友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癞蛤蟆，癞蛤蟆就是要望着天，哎呀，吃天鹅肉，为什么呢？因为青蛙永远坐在井底嘛，对呀，对，它就是坐井观天嘛，所以青蛙后下场后常常会变成盘那个餐桌上的三杯田鸡，哎，但是癞蛤蟆不一样哦，它有满满的正能量，所以哦，你会发觉哦，很多大老板的桌上会有一个招财金蟾，哦，都是用那个金子打出来的，对啊，或者是说红宝石、蓝宝石，就这样咬着，哎，对，钱币的有没有？有，我就跟你说下场不一样，所以你要像癞蛤蟆一样满满的正能量，就是咬钱，就是咬钱啦，对呀，青蛙变成是盘中孙了哈，所以 OTC 看到走低要不要满满的正能量？要要啊，我这个赚到了，那个赚到了，是不是下来哇开心啊，继续数钞票啦，再次恭喜全国会员啊，如坦如这样啦，再来哦，你看到建通哇，今天建通一样创波段新高，哎，建通，我这里我要讲一下哦，这个是重点哦。好哦，建通，我去年在给大家的时候，15块附近买好买满的时候，当时比照一下大盘，大盘的位阶在14000，是看清楚14000，我就给你标股，宇宙大标股，有，现在要到外太空找的建通，对，银河系外太空去找他了。12月我一样给你建通，有，我就说过了，我是怎么做，怎么说，实在做就实在讲，会员有什么就做什么嘛，讲什么，我也没有别的心力去做别的啦，我就好好带会员，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对的，好，一月我也给你，有，二月我一样给你，财运奔腾也给，三月我还是给你，夏日乐悠悠里面也有建通，好恐怖哦！我有拿目标价框住你吗？没有哦，我就说台股17000，你一辈子看过吗？没有。那我为什么要用目标价框住你？是呢，我的操作是与时俱进的。我说过，我没有说最强，我只是希望我可以一直 up up 自己的看盘能力。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嘛，有什么说什么嘛。对，所以你看回来，建通一波190个百分点，重点。底部我就给你了，哎，不是现在这样创新高后这样子天天涨涨不停的时候我才来提醒你，哦，赶快买赶快买，没有哦，我给你以后，我整路有没有，十二月叫你买，一月叫你买，二月叫你买，是三月叫你买，节目后都花时间来讲，然后整路分享嘛，對對對，我都怕你觉得哦，妍希怎么又在放重播带，没有，妍希真的很认真，是的，我都是天天来讲节目的，我连包含像最近过敏呢比较丑一点啊，我还是要上节目啊，持续分享标的给大家啦。会员就说：“老师没有关系啊，姐，那个丑一点没有关系，问题是姐股票好漂亮啊，股票是一档档档档那是一档，对嘛？而且重点档数也就没有很多啊，这样你才可以集中你的资金，集中你的活力嘛。你看你现在，你现在就会感谢我，为什么？哇，还好建通买300张，有，对啊，有资金的想买300张，买300张嘛，对啊，资金不大的30张、20张，通通很好买，因为当时在买的时候，股价才一字头，是没有很难买，嘿，一字头便宜的价格。我说我看好是看好一个产业，我让你 CP 值高一点，就像我当初带你买敦泰的时候，你喜欢台积电，是啊，我带你买敦泰，啊，你记得吗？我说你当时想买台积电，我用台积电的概念帮你绕出敦泰来，那我说台积电很好。
但是你有更好的选择嘛。所以去年十月的时候，台积电当时的位阶大概400块。对，我说哎、欸，你可以买敦泰啊，把买台积电的钱拿去买敦泰嘛。敦泰可以买8张哎。对啊，当时51、52附近嘛，对呀，很好买嘛。哎，真的。那你看回来，敦泰这一波是385个百分点哎，妈呀！我就问你一句，台积电有这样涨吗？没有哎，台积电一样是涨，但是它没有这样涨，真的。所以 CP 值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我的脑袋都是在帮你算这个，我要把你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来哦，新标股，嘿，明日巨星，明日巨星，新标。标股台湾加速，预备备喽！哎，新标股当然要一档接一档，让你获利无法挡喽。盘正 follow 甜心老师，哎，盘长你更要 follow 甜心老师。接下来买什么要赚什么，你更要 follow 甜心老师的下一步的动作了。再次恭喜全国会员，再次恭喜有来索取我们会员标股周报的好朋友，标股持续对标，让你持续的赚。那么新标股。明日之星新标股带完告诉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底部进场，务必跟紧跟好跟满咯。节目中呢，再一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02663032370266303237，盘正出标股，盘正 follow 我们的甜心老师，盘正请您关注甜心老师，老师的标股持续的标，标不停，涨不停，甚至标涨停，最强最猛最标的股票都在我们家。盘正给您的我们的面板，这档 only one， 让你擒贼先擒王，只给你就这么一档。6116的彩金兰克呀，今天彩金飙涨停，群创有达有飙涨停吗？不，老师给你最强最猛最飙的那一档，擒贼让你先擒王。光光是彩金 Dayday 的洗干，三天就飙出了2根涨停板，波段飙出了65个百分点。以及近期你有来索取2021夏日乐悠悠会员专属标股周报的好朋友，励志做大事的励志有没有在里面？波段号小创高号一波飙出了75个百分点，见证神通的建通也在里面，一波飙出了190个百分点，今天股价再创历史高。还有我们的金鸡独立的金居也在我们的夏日乐悠悠会员专属的标股周报里面，今天股价一样再创历史高，90.9了一波倍数翻110个百分点，以及我们的博磊通通都让您大赚。再次恭喜我们的全国会员好朋友，以及原来索取会员专属的标股周报，以及我们的忠实的粉丝好朋友，将来的粉丝好朋友越赚越多啦。那么再来，今天盘震很大， OTC 也震很大，您看到的是恐慌，老师看到的则是机会，老师看到的则是玛瑙黄金跟珠宝啊。所以亲老朋友，新标股新标标股明日之星台湾 GAS 哦，想一起来底部进场，一起来低档卡位的好朋友，电话拨通跟上喽，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便利性、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09号。